小米老公挖菜渣，居居喂食史丹利。是的，苹果昨晚在新一微秀堵到了喂食秀，表演嘉宾就是居居林如琪和其热血和大便于一身的史丹利大叔啊。转头又发现，哎呦，小米陆佳怡啊，好忙哦，我们。哎，他跟制作人老公也在此觅食呢。啊，什么？原来是个 double date 的概念啊！制作人、通告艺人、前 DJ 和主持人相熟来看个电影，只是刚好而已。转头又发现，哎呦，史丹利跑出来抽烟呢、啊，好忙哦你。他那深邃的招牌黑眼圈并没有因为谈了恋爱而淡去，哎，随身携带了烟屁股袋呀、啊，利落的吸烟收拾一盏大叔风范，谁知道散场时正宗大叔也不示弱啦哈，行动代号孙中山，还有你老公的行动代号是抠抠力的，抠菜渣抠的忘我，娇妻蒙上面具视而不见。苹果与浪赖两位倒是笑得挺开心的嘛，报道。